前同事要抱抱，能哥沉默加疑问，他要干什么？嗯。杨洋和赵露思一起拍摄时，两人身穿古装，现场跳起了舞，动作一致，默契满分，让人越看越想。摔倒了，陈哥只是站在一旁看。上去就是一口。你忘了在那个哪儿，通过在人家也是上了一环，不过伤心那么坑。走流程。真的有亲吗？没有亲。这区都没清看，哇！和老婆拍戏，第一次吻戏记得清清楚楚，白鞋黑装小白兔。下巴，但是陈哥并不关心钱同事。在楼底下拍戏，然后一块那个反光板泡沫板从楼上掉下来，然后我一转头就是旁边立刻就是隐身了，你知道吗？他立迅速的蹲下去了。就是一般偶像剧中的桥段都是男主伸手帮这个女主挡了危险。陈哥只是流程可以。出场的时候，赵露思一个踉跄差点摔倒，把丁禹兮吓得满脸惊慌失措。后移程少商入宴。好像唱的这首歌一样甜，对视的眼神甜到拉丝，牵手的时候浪漫心动，真的是掉进爱情海里。郑业成和赵露思出席发布会，两人像是多年的好友，郑业成做手势表演。赵露思秒变大哥，单手搭肩吴磊，把吴磊整的只能摇着头，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，内心仿佛在或者特别有趣的事可以分享一下。第四集，顺时针转着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啊，完了，没有记忆深刻的事。大家还有什么在剧组的比较好玩的趣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吗？那天呀，我们拍那个，就是那个毕业典礼，我去领奖那天，然后。我给你送了两馒头，你给我送了一盘饺子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那个饺子是不是韭菜馅儿？韭菜馅儿的。觉得感情发展的阻碍，少了白吉和子睿，感情进度能快一半。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？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吧，但我觉得没啥，因为我的注意力还是在我的个人线上。你印象深刻的是哪一个？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。恋爱后吧，就是其实因为对，就是会，就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很甜，很有谈恋爱的感觉，所以我比较深刻在后面，但是又不能说。那如果你本人做选择，陈硕、曹木、田恒中，谁更贴近你的理想型？为什么？都不太贴近啊！非要选一个呢？非要选一个，我宁愿单身。那你喜欢自己在春寒秋月开头的时候决定伴侣？嗯，什么描述？就是要帅，要有。嗯，
还行。这有一个热搜的词，我让你看到了，叫做段嘉许。南湖一边还有孔雀开屏，这个我最喜欢，就是那种我知道了，然后就是那种小感觉。对。老婆笑得好开心，哈哈哈哈！这是在干什么？希望我爸妈别看到这东西。这是你，谢谢，很甜，这就是不只在说这个棉花糖甜啊。这是第一次被人这么哄。挺有意思的，就是如果是这种声音的话，就太那个啥，你们懂吗？所以就是像刚刚的他那个，就稍微小声一点的还会有感觉一点。我也不懂。